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轮到的是我们陈英陈议员啊，陈议员啊，时间四十分钟，请发言，谢谢。谢谢议长，我们亲爱的市长，还有副市长，各局处的局长，还有媒体先生、记者及福会联络人，大家好。我想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哦，在山上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发生哦，就是在五月二号的下午，然后发生一个两岁多的小朋友他失踪，然后呢全村的人呢、包括我们的义警消都一直去找这个两岁多的幼童，然后当天晚上没有找到他，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隔天的上午，是在竹林找到一个两岁半的小朋友，一个晚上在深山，是在竹林里面被找到。大家是不是可以将心比心，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在非常暗的一个深山里面，然后竹林里面不知道会碰到什么动物，或许会碰到野狗，碰到狗只要碰到比他小的一定会攻击，那可能也会碰到这时候山上非常多的毒蛇，也可能会碰到猛兽。家里的人非常担心，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会不见一段时间，是因为妈妈白天要到山上工作，然后就把没有办法进到或许是附设幼幼班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朋友交代给她的婆婆，婆婆也是七八十岁的这样的阿嬷，当然在体力上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小孩子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有没有人从 FB 看到？也没有嘛，有的可以举手吗？都没有，是不是？我们原民局局长知道，这就是部落山区部落发生的故事。如果没有人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或者是探讨背后的一个原因，可能往后还会有更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教育局局长，我们很抱歉哦，因为最近有一些事情我就没有把一些资料先送给大家，然后这又是五月二号发生的事情，我在昨天再次翻开一些 FB 人家给我的时候，我才惊觉原来我们附近这在里安也就是高义那个地方发生的。可能临时请教你，你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哦，那你可以回去去看一下我们有多少的学校，我们的复兴区的公托，目前复兴区公所的、不是我们教育局的，目前只有三所，就是三民、复兴、华林，可是三分之一大的桃园区三分之一大的一个原乡地区，要读书非常不容易哦，其他还有许多的地方。那这个里安靠近的就是高义国小，那你应该要去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原乡有几个我们国小的附设幼托，他们招收的学生是不是有符合我们幼教法的相关规定。那局长您知道幼教法可以招收几岁到几岁的幼童吗？基本上来讲我们是可以从三到六，从三到六，可是在这个我们幼教法第十八条它底下他说离岛或偏乡地区的区里面有可能未满两岁然后到三岁的幼童人数稀少，可是他可以成为混龄的班呢、只要他们报备我们的市府，还有只要我们学校的老师同意的话，我们可能山上的小朋友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有山上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单纯了，就是我希望在这个会后我们局长你去分析哪个部落，因为太大了，
我们的后山华林里有一个我们区公所的附设幼儿园，可是呢，他从巴林距离到那个荣华的地方是超过小孩子坐车的一个时间了啊。然后他比较近的应该就是所谓的高义国小的附设幼儿园哦。再来呢，我知道上次有开会，就说我们幼幼班105年学年度只剩下回归国小的附设幼儿园呢，可以收2到3岁。如果我们复兴区那么多的国小，只有葵辉可以收2到3岁，那其他部落2到3岁的小朋友，我们要怎么样照顾？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是非常急迫的，也不可能叫妈妈为了小孩子，因为山上工作机会很难得，为什么妈妈会去工作，临时把小孩子交给她的婆婆？因为现在是农忙季节到了。大家都一定要到山上工，没有一个说我可以在家里就是说我不成为一个工作的一个生计者，我就专门照顾孩子。原乡的爸爸妈妈没有这样子的条件，能够最好的呢就是我们的国小赶快看他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就尽量可以收到2岁一直到可能就可以稳龄的这样的一个幼幼班。局长是不是可以在经过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去讨论我们原乡国小附设幼儿园的招收的年龄，或许他要需要娃娃车，或许他需要设施的改善，或许他需要师资的一个补充，是好不好？好，那跟议座说明哈，事实上在原乡他们可以收这个2岁到3岁的幼儿哈是有条件，因为他们的空间还算足够哈。那这一点呢，我们会请这个原乡的学校哈来处理。对，就是说，可能如果是需要改善的，我想我要谢谢局长哦。原来我还没有特别去走到我们原乡学校的时候，你已经比我勤跑走到很远的光华以及巴林哦。然后我也知道你也在其他的学校，你也很认真去看。但是在可能在这个区块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我觉得山上的小朋友因为都市到处都有幼儿园哦，甚至呢可能多到都已经关了，可是我们山上跟都市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同哦。对，我们就尽量满足当地人对我们幼教的小朋友的一些照顾啦。如果我们学校的一些可以改善，我们突破，我相信你的能力是可以，好不好？还有很多学校哦，他要去接小朋友的时候，娃娃车哦，就是几乎是没有。有的有的我们的免巴，为了要应付就是为了要配合小朋友的时间，免巴4点多司机就要起来了。山上哦，非常的危险，可是没有一大早开车也是很昏暗。如果各个学校呢都有娃娃车啊，或者学生的这些那个学校的专车，那我们就可以不跟我们的免巴去跟平常的我需要的人去争这个时间了。我们知道那个最早的免巴就在我们的新兴部落5点就要发车了哈。对，我就说如果我们学校能够自己改善的交通问题，我们就尽量去协助他们。好，谢谢局长。那会后我希望我们积极处理哦，不要说哎又要拖到下一年，又要拖到明年，有多少的小朋友可以等待呢？好，谢谢，谢谢局长。再来，我想就叫一下我们原民局局长，针对我们造林奖励金哦，过去我要谢谢市长哦，针对进法补偿，我们有给原住民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对等编列。那我现在要讲的是造林，就是说除了进法补偿这个区块之外，那造林其实是我们原住民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做农作物的一个区域哦，那个范围。那我们也知道造林新造林的，我们的中央已经没有这样的个计划，是不是这样子？我来说明一下哈。好，目前我们整个造林方案分成哈进法补偿跟辅益造林。新植造林的部分目前中央没有在推哈，在我们复兴区我们的进法补偿差不多有105公顷哈，
所以说现在浮育的面积就是105公顷。那就是因为在水库或是普通河川0到150公尺的部分，只要它不去砍伐，那是禁伐。我们现在就讨论造林奖金的。Okay, 这第二个方案叫做浮育造林的部分哈，是在民国86年到现在，就是造林的时间是20年。陆陆续续在今年已经解除了80公顷，我们最高的时候有270公顷，所以说今年只剩190公顷在做浮育造林。另外这个80公顷的话，在明年之后它可以转为我们进华补偿来做一做补助。所以说新竹造林的部分是在中央已经停止做这样的方案。好，那我们知道现在呢，其实回到山上做农务的，然后也几乎慢慢递减，对不对？那可是还是有许多的那个老人家或者年轻人，他觉得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再去做就是比如说重新做果园，可能没有人去接班，他就想把他过去所谓有很多超限利用的。就是政府认定超限利用的他们原来的这些林地，想说重新去造林，那还是有这些问题哦。我们可以从很多数据来看到我们的水蜜桃的种植的面积其实是越来越少，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做农务会觉得非常的劳累哦。我是希望我们原民局局长啊，中央没有继续再定的计划，可是我们是在集水区上游啊，我们如果是有还是要鼓励大家要重新造林嘛。那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就是还是有超限利用的，也继续收到我们的罚款了，就是种果树的你实在没有办法继续他的地目就是林地嘛，也没有办法种植的，这些人还是陆续是有嘛。那因为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又是在集水区上游，那我们还是要鼓励人家，如果你老了或者如果你没有小孩子可以继续去做农务，他们也可以鼓励他们重新去造林。那我们中央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局长是不是可以去研拟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甚至呢我们可以鼓励到说我们的新造林补助的奖金是比过去二十年66万，一年3万块，一个月没有几千块，这样一个不合理非常不公义的一个造林奖金，如果我们桃园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表率哦，我相信我们所谓的好山好水哦，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在我们的复兴区。局长，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再做，继续再推动呢？好，这部分有关于超限利用或是说要新竹造林的部分，我们局里面先拟定一个计划给林务局，是不是针对超限利用以及新竹造林的部分，是不是能够重启这个新的方案？如果说没有这个方案的话，我们是不是再另找另外的方案来做一个执行？好，那就也回去研议一下。好，局长请坐哈。我是最近哦比较多时间待在我们的原乡，然后会有跟我们里长讨论一些问题啊。我过去是从选乡代开始，我一直不敢去选村长或里长，因为我觉得那个太累了。我们复兴区，你们自己去想象一个地图，我常常说我们的土地是1/3面积大，然后有10个村，也就是10个里。那10个里呢，就是有一个里长，那里长的事务费哦，全国都一样嘛。那我觉得我很佩服我们的市长，是他可以在一个就是说一个非常死板而且不公义的一个办法，会想出一个解套。我现在就是要为我们原乡的里长，那他们的服务范围这么大，然后呢，可能为了一条农路，他就要开了大概1个多小时的。那我们常常是跟里长一起去会刊，那他也要跟我们一天。然后从我举例我们华林村哦，那可能会刊最远要到光华，
光华，然后再继续会勘到下巴陵，然后再到上巴陵，然后再到卡拉。那已经是经过我们好几个，我们都市的好几个区哦，几乎已经走到多少了？都市的可能三分之一的区哦。然后呢，其他的如果要开个会，最远的要从那个巴林到我们的复兴，他们每个礼拜或者一个礼拜就有好几个会议。然后呢，也有从高义下去的，也有从三光下去的哈。所以他们所有的费用，哦，不管是油资也好，他们的一个办公用费也好，一定是超过我们都市的里长的好几倍。不知道局长，你有没有思考过，这样是不是太苛刻我们山上的里长？陈议员所说的，真的，我平常我跟我们复兴区的里长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我觉得很不简单，因为区域辽阔，那个交通费用一定很大。我讲一个例子哦，过去我们有一个村长啊，是我们华林的，他很有爱心。他都要去帮村民在棺木啊，你知道吗？有的从巴林，然后到我们的都市，有的巴德，有的大园啊，有的中立平镇。你知道他服务他们的里民村民是这样尽心尽力哦。所以我在这边，因为其实根据我们的一个规定办法里面，里长事务费全国都统一啊。市长，现在考一下你的智商，我们都觉得、哦。你不只是有心，而且你是非常聪明，而且是你是最能解套一些法令的。那我大概这样才说，我相信你碰到我们山上的里长，你比我更多的机会跟他们在一起啊。你是不是可以解套一下，帮助我们复兴区的这些里长？除了在他们这样子一个事务费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帮助他们？我们来思考一下。好，专案来研究。那个、专案研究，因为。原乡采取自治的形态，所以那个里长的费用是编在那个区公所底下。那所以我想找附近区公所来研究如何来帮助他们的服务能力更强。我想了解一下大家对自治的概念哦。其实复兴区只是恢复公法人的地位，他所有的东西都其实没有自治啊，包括我们的财源都非常要仰赖我们的市府啊。还有仰赖我们中央啊，他只是说你可以去选举啊，你可以去选乡啊那个区代表，然后恢复这些，然后我们民选自己的区长。我们可是过去一直以来，我们所有的补助，我们所有的这样的那个配合款也都是从上面来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升格了，我们应该不是只给他们定额。过去三年平均来，我就是给你4点几亿，那你就是你自己去从这个钱里面你自己去变魔术。可是其他区呢？哎，我们的很多的经费，我们的什么捷运绿线、蓝线、什么线都有，我们都一直在进步。可是复兴区，我们一直告诉他你是自治区啊，你就自己在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费里面，你自己去做得更好。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我说明一次给陈议员听就了解了。像我们给他道路养护工程将近1亿元，是全国六区里面最高的，六都里面给这个原乡的预算补助哦，桃园市政府最多。第二个、哦、我们都知道，全国都知道，嘿。那第二个那个像环保志工来讲，那原来哈、哦、复兴区公所编的不够，我们环保局就专案补贴那个环保志工的预算，让他跟其他区都一样。所以我想。复兴区的里长的基本的服务能力跟他的资源，我们会把他拉到都一样，甚至于说刚刚议员建议的，如何让他，因为他山区比较辽阔，那如何让他的资源或能力增加，这个我们来想办法。好，谢谢，请坐哦。那我之前在工作报告的时候有提出一些建议，我发觉到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哦，我想请问一下经发局。我在上次工作报告的时候，我就看你的报告，我觉得你有几个就是未来的一个计划非常的好，就是包括就是补助我就是做一些发电的一个补助这样子啊。我是把我们山上的困境告诉你，就是说我们夏天就会有台风，台风来的时候最先断电的就是我们原乡啊。是的。对，再来可能冬天这次有雪灾，
哇，所有的这些电力啊，然后会那些也就是都没有，就是说很多不可预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可能就造成我们的电力上面呢就会非常的困乏哈。那就是没电力，可能就没有办法跟外面去这样子的一个联络。就那时候是希望说，你那个计划能够在我们山上呢，就是优先去办理。可是呢，我你们的不知道是可能那时候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另外再说的是，我们的回馈金，那我们过去呢都是在新竹县市政府市府那边开会，县政府那边开会，就是说，大家跟着这一年的我们这个所有的那个回馈金啊，你们觉得有什么意见之类的？过去呢，我们县府派的人呐，经发举派的人都是比较没有那么多有权就是有一个比较高权位的人去讲，都是派一些可能承办人，所以对我们的回馈金的这些争取啊，一直都是没有多大的意见。这是两码事，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呢去开会的时候，甚至呢我们可以觉得说，对我们的复兴区是受限最大面积的，受限最大一个就是说人数也是最多，面积也是最多的。因为人家每次就会跟我们讲，他说为什么新竹县每个人的回馈金一个人可以领到七八千块，那我们复兴区的呢一个人呢现在呢去年一个人2500多块，今年又多一点3000多块，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一直受限于什么水库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每次去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回馈机制的一个办法，是我们经发局要派员去。我的意思是说，派的这个人呢去参加的时候，一定要我们层级比较高，可以把我们的困境告诉大家，让我们未来呢可能还有许多的，我是说我们各个地，我们市府的那个就是我们意见也要表达出来，区公所他们自然也有他们的意见，那中央我们也会找那些委员去帮忙，可是市府不能缺席，这是两件事情。可是我们经发举报承办人拿给区公所，告诉他们说，我希望就是从回馈金里面来补助我们发电的设备啊，就跟我当时讲的就是说意思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回去再拿录音带或者是议会的记录时候看，因为给我很大的困扰。人家会说议员啊，你在就是议会应该要为我们争取权益，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回馈金呢又去做一些买电力的设备哈？回去你们自己去讨论一下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报告议座哈，这个有两部分，我跟议座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自己本身就已经编了一笔预算，要作为我们原乡这边的这个备用电力的这个设备，这个基本上现在是在规划。那您所提到的是没有错，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呢，乡里面区里面这边能够跟我们一起合作，来对我们区里面的这个建设来做一个挹注。那有一些行政方面是从区公所这边报上来，我想程序上是这样，可能有一点误解。我说希望请他们报上的，并不是由他们来做，要回去更正，不一定要全。局长，他的你的文要回去更正，我不是说从我们的回馈金，我们现在回馈金大家都会比较，您不是从回馈金去做我们，比如说你发电机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发电机或者这些。现在最主要两个来源，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编，第二个是我向 NCC 这边争取经费。对，所以就跟回馈金没有关系嘛。回馈金基本上我们还是回馈到乡民的活动上面比较对对，那个就由他们自己。现在大家都喜欢说回馈金呢，就自己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好，这个我回去改一下。好，我要不然他们会觉得说我怎么可以从他们的回馈金里面再来做一些计划哈，这是是笑话哈。那请坐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公务局局长，我真的要非常谢谢你啊。你们所有的那个各科室都非常机动性很强，有时候将近10点11点都还在跟我报告他们的工作进度哦，我是要谢谢你。应该
也谢谢一座关心啊，我想您提的很多建议都很宝贵啊，特别是116还很多118这些道路。那我现在呢还是要问就是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可能比较少沟通或者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啊。是，就是在我一直提到的，我们市府编号道路，就是我们的观光道路，叫做116是往上80，对，115就是现在最夯的，就是往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天空步道益盛那一条路。是，那这两条路呢，就是我们观光客非常多的。那我们现在又就是常常提倡要路跑啦，要骑单车，是，甚至有很多的起重机。不只是我这两条往东眼山也是非常的多，那这些呢，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许多的这些我们的游客，他可能比较晚下山，现在又流行露营，有的人露营呢，他都会一定要到天色快暗的时候他才拔营哦，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就是比较晚离开山上，是，我才就是说根据我们当地的居民，他们就提出来，希望在我们市府编号道路116、115这个地方呢，能够增设几盏路灯呢、是，不是全面路灯，叫做几盏路灯。是，为了这几盏路灯，我们可以跟区公所问啊，飞来飞去，丢来丢去，已经将近快一年了哈。是，对。然后我觉得这会那么困难吗？因为刚刚就是说我们刚有提到我们的复兴区，它不是自治区，它是恢复公法人哦。我知道我们其他各区的就是路灯，都是我也是由我们市府编预算，由我们的区公所去做执行嘛。那区公所他们针对部落哦，以及我们乡道或者是农路，是它这么大的一个区域，一年呢才400万的，就是预算去维护也好，或者新设的，所以他们无力承担其他我们市府编号道路，特别是观光非常人非常多的地方，就他们就希望由我们市府来编列这个预算。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也是你们承办人跟区公所丢来丢去，然后区公所会觉得说，为什么议员都会拿这些麻烦呢、明明可以在市府去解决的问题，还要丢给我们区公所。我们可以去思考，我昨天特别是从山上是很晚下山，是，我发现到真的山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昏暗。没有住过山上的人没有办法的，你们在都市都是灯火通明，无法体会在那个深山。我刚刚就讲那小朋友在竹林里面一个盏灯都没有哦，那样的情况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要感同身受山上的生活，你们才能够积极去办理我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哦。我提出来的并不是在我们部落的路灯，是我们市府编号道路，而且是116拉拉山115天空步道，这有那么困难吗？医生说我们增设可以，以后维修你们区公所说我们没有钱了，我们一年400万就要做这么大区域的一个路灯费用，还有维修费用，还有一年呢，他们里长只能够提一年5盏，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吃力，我们为什么又要把这样的一个单子丢在他们的身上哦？所以我刚刚又讲说，我一直一而再再而三说，我们复兴区不是自治啊，如果自治真的财源自治，我们也希望啊，我们就可以，我们有很多山林资源呐、那我们也有很多名胜名胜，那也有很多好山好水，问题是这些自治，这些我们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财源收入啊，很简单的问题，我实在不想用这个小问题在这边来跟你这样讨论，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局长，因为这么小的事情，你过去你都可以做到很大。这个事情我们来跟公所赶快协调。对，这个之后呢，可能未来东眼山我们知道呢，露营区也又多了，而且它里面又是以林务局的森林区。再来呢，那边有很多重机，不只是116、115有问题这样子的一个浮现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去想其他的市府编号道路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哈，我们就举一反三，好不好？
谢谢议座关心。那我们会来检讨，来跟公所把这个资源做最妥善的应用。更重要是这个山区的道路啊，确实你所说的就是有这个明亮度的问题。我想我们实际的地方要去考量，更重要的是说，希望生态也要去兼顾哦。所以我们会用对，所以我刚才就讲说急展，我还特别说，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太多的路灯哦设置，台七线我为什么没有说？因为台七线的话，我们知道那边的生态都保护得很好，可是因为那边并不是我们那个主要生活的地方嘛，对，那我们也是为了游客着想啊，因为他们不懂得山路哦，是这样子、啊，而且建置成本也会比较高，所以谢谢议座你的建议，我们会把资源做最有效的。因为我讲急展是可能是急转弯啦，可能底下是陡峭的，是，可能真的那地方就是。就是比较树比较多的地方，是，那我们就增设几盏。我们也反对全面去设置路灯啊，也那会影响我们生态，这个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哦。是，好，谢谢，谢谢局长。再来哦，我想那个我们刚才是讲道路的路灯哦，那我不知道这个谁可以回答。其实一般我是觉得我们自己部落的里面哦，还有包括农路，包括我们的乡道，其实路灯也是非常的少哦。那我请原民局长那个好了，我们自己是在山上的哈，我们现在我为什么会提出这问题？这几天在山上哦，然后我那个光是在那个我们家附近啊，人家晚上来的时候就说哦，议员。我刚在那个某某某某那个转弯啊，就碰到两条的眼镜蛇哦。哦，还好他是开车。如果路过怎么办呢？没有带手电筒哦。现在带手电筒的人很多，那你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哦？去思考一下。我因为复兴区每次里长要路灯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听过，而且这个案子呢还会到我们这边。那我们就又要去拜托那个区长，好说，哎，哪个路段呐、啊？哪个农路？哪个部落？可不可以多几盏路灯？可是我们又会回去跟里长说，哎，你们可以自己跟区长讲。可是他们回答都是什么？我们一年只有五盏路灯。区长，局长，你有听过这个吗？回答吗？这部分就是因为路灯将来的电费都要由区公所的啊。全盘的那个处理。对，假如区公所他觉得路灯费那个电费是一个负担，可是又没有办法去增设的时候，我们就任由我们山上的居民过昏暗的日子，甚至是可能有很多毒蛇出现。大家可能不晓得，现在哦，真的到山上，特别在后山，动不动就是眼镜蛇。我还没看过眼镜蛇，我就在他们照片那边看过，哇，原来这么恐怖，而且是一条路上碰到两只，他说他解释，他要跑的时候还用飞的，用跳的，我说你不要太夸张，他说真的是这样子哈，很难得有动物可以跳得比原住民更快更高哦，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希望是说局长，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你应该要报告一下市长吗？要帮忙解决一下我们复兴区一直面临路灯的问题。好，在部落最起码呢，到一段就是大家还没有睡觉的那段时间经过的路，部落的这样的社区道路，也让他们也能够有明亮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家的路嘛，对不对？他们的理由一定还是这样哦，我们一年就只有400万。我们就任由他们因为400万而让他们在环境非常不安全的地方嘛，要解决嘛，是不是？局长，好，这部分我也会跟我那区长同学在研究，应该是将那个路灯的经费稍微在预算上应该再增加一些的，因为400万，他还要负担整个区的所有的修缮以及电费的部分。好。好，我们来复习一下那个代理局长。我上一次有提几个案子哦，大家都觉得那时候呢，我们市长也表示他觉得那个是可以做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公私立大学学费差额补助的这个计划，到底
流产了没有啊？上次陈英议员质询的时候，我有特别请原民局哦研议可行的方案。嗯，那根据我们统计哦，目前哦，目前这个我们桃园市的原住民的大专生哦，有2011位，那么就读私立大学大概是在60%多，1307位，那么如果全部都要补贴的话，是要2091万。那如果只补贴那个第一阶段哈，补贴经济弱势的原住民学生的话，大概600个，600个的话大概是要960万。那我请我们原民局哦试算这个600个经济弱势的原住民学生就读私立大学，我们补贴跟他公立的这8000块的学费差额，那评估好如果确实可行，执行上没有困难，我们会纳入下年度的预算，明年就实施。这是初步，是大概针对经济弱势的。那这会到600位，大概占一半了、啊。大概占一半。我们1300多位的私立大学的原住民学生，大概比较被列为经济弱势的有一半。OK 我们这试算的结果是这样子。那我想哈、哦，也福利也是要这个，也不是普遍性的福利，就是要用在刀口上。那我们来扶植哦，那么经济比较弱势的原住民学生。就读私立大学的时候有跟公立的差额补贴，那如果研议确实可行，我们会纳入明年106年度的预算。好，那市长，如果你能够这么精确的回答，应该就是确定要办了吗？好，目前是朝向编列预算来办理。Okay. 因为我想哈、哦，因为原住民基本法里面也包括教育方面的支持，这个是符合原住民基本法的精神。好，谢谢。我想这是大家会非常高兴听到这样子的事情哦。好，市长再次谢谢您，局长也请坐。好，最后呢，剩下一点时间，那我想我们应该在偏乡，针对我们的刚刚我们的社会局局长哦，也已经跟我报告过哦，你们最近呢一直在跟我们原民局针对我们那个老人的一个照顾有去做整合的动作。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合作的模式哦。那现在呢，我们大概有五个里哦。那我们原乡是有10个里嘛？我希望呢，原民局局长跟社会局局长，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每一个里都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好不好？我们朝向这个方向去做努力，因为其他的里没有的话，那些老人。哦，那些人会说，哎，为什么都没有照顾到我们呢？我想这个资源应该不会应该是可以，应该要公平的在各区。你不可能叫3名的来跑到泽仁呢，或者是就是溪口的跑到长兴去。那光老人本来就行动不方便，那应该是说在各里就就近照顾我们的老人。那我们就朝向10个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由我们社会局还有我们原民局啊一起共同去整合的老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中心，这样子目标应该不困难吧？好，还有一半，现在5个，继续努力10个就完成了。那你觉得这计划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得到？如果全各里都有？是的，目前在已经进行了5个这个部落文化健康站的这部分，跟我们社区关怀据点，我们已经在做这个所谓整合，一起来推动。那您关心的还有4个到5个里还没有这个社区关怀据点跟这个部落健康文化站的部分，这么我们会一起来推动，一起来努力。也不要太慢，不要说哎，我明年多了一个，后年又一个，那4年又只多了4个。应该明年呢，如果其他5个里都有了，那其他的里应该马上。是的，我们会结合中央、地方，还有跟原民局、跟社会局要一起来推动这个工作。OK， 好，谢谢。尽快来完成，谢谢。好，谢谢你们，大家辛苦。谢谢。那最后我还是请坐，我还是要讲到我们山上的医疗哦。那我们知道山上要出来就是看病的非常辛苦，特别洗肾，他如果要洗肾就是一辈子。那我希望是说，我们如果资源可以的话，针对原乡的洗肾的一些病患，
我们可以给他很多的照顾，因为从原乡要洗肾都要自己开车，那如果还有人在的话，就会变成家里的很多负担。那我不知道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这些医疗的这样子的一个车子哦，那我知道能够照顾到我们原乡的非常的困难，都是有我们的医疗的补助，金钱上面的补助。如果说能未来啊，这是一个希望，我们以后未来洗肾的病患，不管在原乡的哪一个角落，就有我们医疗的就是专车能够帮助他们。我希望这是我们的一个。好，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黄进平黄议员，黄议员请发言，时间40分钟，谢谢。谢谢哦，谢谢主席。市长，你知道我们 U-Bike 在桃园有几台吗？我把这个本席刚刚早上去租了一台 U-Bike， 现在在没有骑啦，把它运过来，等一下再运回去。两年要建制完成嘛？两年要建制完成，现在中立啊都已经建制了，好像10个租赁站了。10个租赁站，凭证也规划了嘛？之前那个，对对对，那凭证的什么时候要那个？什么时候会做？那个进度让高局长来回答好吗？这个凭证部分跟中立跟桃园，我们都是分3个阶段，今年的7月底、今年的12月底以及明年6月底分期建制，分三期的。因为它这个站点很多，我们是分期建制，所以分三期嘛。是，我相信包括中立、平镇，甚至桃园在内，还有包括甚至杨梅，也都会很多的行政区陆陆续续跟这个市长争取吼。对，这个 U-Bike 算是这个市长你的德政啊。这个使用率很高，使用率很高，我也看到假日的在这个中立、平镇的很多的街上，还有新市公园啊，这个老街西都很多人在使用。所以啊，当时市府是说希望能够微笑单车啦，但是要让大家笑得出来，不要让大家笑不出来，重点就是要有保障，他的保险。我相信上个礼拜也有立法委员在这个立法院有提这个案子，当时金管会就说这个 U-Bike 啊，它其实地方政府用这个自治的这个命令啊，好用地方单行法规后就可以直接去做了。有关于就是所谓的这个保险问题，刚刚我会问你说 U-Bike 有几台，目前本席大概去查了一下说U-Bike 网站的资料统计是目前因为是试办阶段是311台，我相信未来中立桃园或者是这个各个行政区增加的话一定会多，不会少，对，会超过2000台嘛。好，那数量越来越多，那我们也骑过 U-Bike， 市长你也骑过，我们甚至也一起在这个老街西旁边也骑过，也拍照过。那问题是说这些脚踏车你看看它在大街小巷穿梭，而且是放在这个外面户外日晒雨淋之下，难免它的车子坐垫啊或者是怎么样，虽然一再的强调业者也希望说上路之前你一定要做一个检查，椅垫会不会松脱，车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等。捷安特它顾得很好了，对，那可是在台北市之前还是有发生民众不慎这个座椅松脱，然后导致他这个右手骨折，然后要申请这个国赔，当然后来被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认为说这个 U-Bike 它是一个这个公共设施，虽然是公共设施，可是呢又被法务局认定台北市的哈，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消费争议，所以刚好市长今天总咨询法务局跟这个交通局都在，万一桃园市将来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了做一个这个避免保险，因为我上礼拜看到他们在提案这个 U-Bike 的保险，一年呐、啊、大概是一台车220元，那如果说由这个市政府把它先付这样的一个保险费，你看一年一台车220元，你转化到一个人平均不到0.05元的这个保险费，有没有可能说因为使用者付费，如果说由政府去付这个保险费，一年才100多万的话，那全部如果说按照台北市是5000台，它才100多万哦，如果是按照市长刚刚你提的2000台，也不需要那么多钱，但是未来使用者付费，我们去刷卡的时候拿那个悠游卡或市民卡，一个小时现在不是20块吗？超过30分钟就加10块，是不是有可能加个1块2块？我相信一个小时不会增加25块。做这个保险费、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市长，你觉得这个概念同意吗？我跟议员说明一下哈。是。U-Bike 从台北市建制开始，那么中央的交通部哦就被要求说 U-Bike 是否要强制加保，那交通部一直没有做成这个政策。那目前哈、我们的 U-Bike 是租赁站有200万的意外险。那一般在路上就视同一般交通工具，没有保险。那目前保险公司没有乘坐 U-Bike 的保险，不是只有桃园，全国都没乘坐。那我们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解决，我们请交通局跟业者保险公司三方来协商出一个合理的费率，那要保险公司愿意做。对，市长，你刚刚也提到，在租赁站周围，比如说今天好，中立区租赁站有200万的保险，中立区的银河广场，或者是今天老街西的翠堤桥，我今天在这个租赁站有200万的这个意外险，可是当我这个从翠堤桥我骑到这个银河广场，中间我经过中立区的，比如说平镇中立骑到这样子，益民路、中正路这样子，万一这个 A 点到 B 点就没有在保险范围，就是刚刚市长你提到的交通工具，这一点可不可以请？目前这个问题确实立法院就是 A 点到 B 点的这个中间的范围，立法院有很多委员也建立交通部建立强制加保制度，那要协调那个协调金管会请保险公司要乘坐，所以我们就意识到未来的这个状况，我认为要、对不对，要发展强制加保制度，对不对？应该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刚刚你也提到了，就变成视为交通工具，可是难免就会发生状况，或者是它本身虽然 Ubike 它有产品责任险，但是为了避免发生纠纷，我们保障民众行的安全，也让大家在微笑单车看起来的时候骑的也有保障，也安心。我们来反映啦，这个其实是属于中央层次立法的问题。可是金管会说地方政府就可以做了啊，没有。可不可以新政府成立之后，你们跟金管会好好协调？保险公司不愿意做啊。保险公司是说，你们不能就是把保险的主体责任险放在车子上，因为可能一个人他骑1点到2点，那另外一个人骑2点到3点，如果你在个人的话就很奇怪。这个会有很多保险方面的一些要厘清的问题。我认为哈，如果定型化契约由金管会来要求保险公司乘坐，我们一定率先做。那这样子好不好？市长可不可以积极一点？等520之后。如果说中央这边有他的想法，金管会也好，或是市政府、交通局跟法制相关单位后，跟业者三方，还有包括这个我们先地方层次三方来协商。那如果说真的保险公司有很多意见，我们再请金管会来协助。好，看桃园市能不能率风气之间，跟台北市一样，开始注意到我们这个行车的，不是在台北市也没有保险啊。他现在正在研议，4月跟我们一样，对，跟你们一样在研究说。我也不是说我们要跑在他前头或怎么样，或者做一个比较，而是说站在骑乘大众的这个安全立场上，我们能不能就是请市长？我知道你想的也比较远。外加一点点保费其实是没关系，因为那个是刷卡，对。但是我想最重要是保险公司愿意做。对。如果保险公司这方面 OK 的话，是否看跟交通局、法制单位、业者、保险公司，是不是这几方来协调？我请我们交通局先行做初步的意见协商，那看保险公司的意见为何。如果中央需要法规的支持，我们再跟金管会来要求。尽量以站在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好不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刷卡20块。我个人我不会去多在乎刷个21、22、23块。方便跟安全要同时兼顾了，还有保障。好这个就拜托这个市长跟局长，这个我们积极来研究。好，这个市长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也是跟交通有关的哈，因为我们平镇啊，真的我昨天看到那个前两天看到新闻说，你们在有关于这个免费公车啊，8公里啊，就这个龟山到杨梅横跨6个行政区。在我讲这个之前，我也要帮平镇请个命，你们那个是横跨台一线的省道。现在大家都讲浪漫台三线，好，我们平镇有这个从延平路到中丰路，接着这个到了这个龙潭关西，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希望你们在示范的阶段，第二阶段的话，或者未来可以把平镇也纳入考量。我觉得浪漫台三线的计划，我请客家事务局哦，那么要把平镇的三子顶当作一个起点。除了这个之外，我刚刚讲的说免费公车8公里免费，那个这个部分。好不好？那个纪明议员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是示范要开发票。我知道。那示范的阶段，主要他用主台一线做示范点啊。那不是说将来实施，当然会包括凭证。好，不会忘了凭证啊。示范的时候，我可以接受说你们去做一个评估考量。不过台一线有经过凭证啊。但是台三线啊，你走中丰路要到龙潭三子顶啊。现在示范台一线，台三线本身这样走的量比较没那么大。我们请示办完成后，我再来评估推动的策略。但是平镇那边的人口也不少，我也提醒一下市长。未来8公里免费公车，绝对有包括平镇。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至少一定要把平镇
还有一些到龙潭，你们龙潭那个客家数据都会走那个大动脉，平镇龙潭中丰路了，好、哦，中丰路这个也要涵盖在里面，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市府的这个便利。那个、中丰路也是我们的重要干道。这个交通的这个大冲击哈、哦，市长，我就是要跟您提到说，从光复初期哈、哦，这个我们局长请坐哈、哦，这个从光复初期啦，千余人到现在2016年的四月啦，已经达到25000多人了哈、哦，涵盖我们平镇地区的这个6个里，不含租赁跟这个外劳的这些流动人口。三子顶地区、哦、对，三子顶地区在三子顶。那现在经济发达的商业呢，我们平镇在三子顶这边哈、哦，准备有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卖场。这个三子顶呢有一个大型的连锁卖场，可是我很担心三子顶会顶不住。三子顶的消费力啊。对，我也很欢迎说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商场能够进驻在我们这个三子顶，就在我们中丰路三里段本溪的这个服务处，还有我们那边当地永丰里的陈尚健里长他的服务处的斜对面，以前昆庆纺织那一块空地啦哈、哦。那个地方呢，它旁边是这个宜城建设盖的春天行馆跟四季行馆、嗯，就是以前本溪的竞选总部的旁边那个空地、嗯。后来现在大型的卖场已经快要盖出来了。据说7月底8月初就要开幕了、哦、那我们当然在身为平镇三子岭大三子岭地区的居民啦、啊，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哎，有一个大型的卖场进来，就像是之前内坜啊，还有这个中壢过岭地区啊，桃园啊，很多地方都开了大型的卖场，甚至青埔啊，结果带来的就是大家最害怕的交通梦魇。那现在呢，本来这里是一个密集的人口住宅区，我刚刚说已经三子顶已经25000多人，然后这边又是平镇到龙潭的唯一的一个交通要道，甚至到新竹关西、嗯、那这里又有平镇的这个工业区，现在加上一个商业中心的大型卖场进驻的话，我就是真的怕三子岭的交通真的会顶不住。可是在那边我不是危言耸听哦，这个市长跟局长有空经过那边的话，你可以看看在那个大卖场它的正前方中丰路山顶段，就是陆军兵工学校，现在叫后勤训练中心，它的指挥部后勤学校斜对面哈、哦，它那个有一个这个中间有一个安全岛，提供这个南来北往两边车道的一个划分，但是安全岛中间目前没有任何的交通号志，无论是左转右转或者是红绿灯的号志啊，现在已经5月初了、哦，如果按照这个大型卖场它的这个时间点哈、哦，可能在1-2个月7月8月它就要开幕了，所以我很担心过说。局长，中丰路每天几千台这个各类型车辆往来龙潭平镇中壢啊，早就超过负载了，交通局是不是研究过了？基本上这个交通局会根据这个新的屡次产生的点啊的建设啊，我们会来配合设置号子，这个没有问题。三字局的部分，这个卖场开幕前哈、哦，我请交通局跟警察局哦，跟他们来协商那个交通维持计划，因为我看哈、哦，根据我这一年多的经验，刚开幕那一个礼拜哈都会塞车、嗯，慢慢就会恢复正常。可是刚开始的疏运的方法哈，仍然要跟卖场来协调。那个我看还是先协调好，就开幕的这个初期阶段，怎么做好交通的那个分流。那我请交通局跟这个卖场联络一下。好，我跟市长局长也提供一个意见分享哈。刚刚市长也提到说，初期的这个可能规划，还有包括交通首重的就是疏导。它的一个车流量的疏导，哦，避免在那边做一个打死结，而且那边临近中丰路日新街口，还有中丰路日新街口是庄敬里主要的一个去那个它的一个出入点，嗯、另外一个是中丰路跟南丰路路口，就是中丰路、南丰路跟东丰路那个往福林宫有往我跟杨家良议员服务处的那个地方，对对对，还有平镇公园区的一个大交通大动脉。那个会吓死人啊！到现在那个中丰路、南丰路口那边啊，都还没有进行这个办法进行交通号志的左转灯号志的增设，也常常在那边发生事故车祸。那我跟市长说明一下，这个地方呢就会变成三子顶，这是未来的一个交通愿景。你看呢，这边是本席在议会咨询过好多次，也跟我们公务局、交通局各单位、新工处都去这个会勘过哈，也里长很多人建议说，希望能够新建一个新光路衔接平镇工业区的工山路、嗯，那个是一个那个计划性道路。上次我跟市长报告过，那个、疏散那个对，本来那个在都发局要呈报到那个内政部的时候，本来要废止的，后来。谢谢市长跟局长帮忙把那个废止案又撤回来，不那有一个高低差，对，但是没关系，你们去评估一下到底它的一个执行度或可行性的这个评估，你们做一个研究，因为地方的这个里长，我们当地的永光里的吴祥润里长，永丰里的陈尚健里长，平南里的江佩莹里长，还有我们永安里的张鹤腾里长，大家都殷殷期盼如果那边有一个取代中丰路的交通大动脉的一个替代性道路、okay. 如果可以克服工程难度或是您刚刚提到的高低差，我们不晓得，因为你们跟工程单位是专家，如果呢
可以的话，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愿景，这是一个打通的齿轮的关键。都市计划我们保留了。另外第二个是拓宽这个南丰路到这个平镇工业区里面，上次我在咨询经发局张昌才局长的时候有提到，而且当时看到局长的报告说，我们在桃园有很多的工业区的内的道路可以跟中央的这个经济部工业局申请这个计划补助，张局长当时也说如果在这方面研究可以也愿意帮忙，我们还可以如果这个经费还可以用到中央补助我们平镇工业区里面的话，何乐而不为，可以减少我们市政府的财政负担嘛，对不对？那第三个就是拓宽东丰路，东丰路就是我们下去经过了那个三丰国小下面之后，本来到这个有一个路口就是福德路口，它就变小了，就没有拓宽。那个你常去福德路口一直到福林宫，那个是小小条，几乎你在会车都很麻烦。那个一直说之前我咨询过公务局，也说大概一年半前我们本席刚上任的时候说要会这个要会拓宽的，拓宽到这个福德路口，拓宽到这个东丰路的福林宫的这个门口，可是一年半时间快到了吼，都一直没有办法拓宽。那我不晓得他的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啦，吼，就是我本席咨询的是在平镇区三子顶中这个东丰路跟福德路口一直到福林宫那个地方，因为当时你们是跟我说这个是都计内道路一定会做，一年半后应该就可以，可是到现在我还看不到，可不可以回去研究一下那个请东丰路拓宽的问题？有好几个段落，对，那有从化区，有都计内，有都计外，那这个另外一个还有经费的问题。那我请上次您咨询好了以后，我是说我们来规划好，对，不论都计内都计外，那把它全部规划完成后看需要多少钱。对，那这个你评估到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做？因为你当时说一年半，东丰路，我是说把它评估完成，不是说一年半把它做完，开一条路没那么容易，所以评估完成。 那个交通局是可以说明一下东丰路那三个段落的那个，东丰路这三个段就是陈如刚刚市长所讲的，它的用地的权属是不同的，取得方式是有不一样，有三种方式。那么我交通局将这个路廊拓宽的这个建议呢，跟交通的需求跟这个部分呢、啊，都已经做好了。那么也在去年移送到公务局那边。那现在这个整个案子的拓宽呢，主要是如何向中央争取经费才是重点，有钱才能做拓宽，基本上是这样。那个总经费是不是可以请那个龚局长说明一下？不好意思，这个经费的部分呢，因为它还牵扯到说那个东丰路，因为它是比较弯弯曲曲，那个经费我们现在还在做评估呢。评估完之后，我们会再是有截弯取直就对了。有路，因为它路看起来它有些路段是弯的啦。它有些路段说，那你这个分三个阶段，你说评估，那最主要第一、第二、第三，你都有这个时间表吗？或者是它的一个程序？从化区它要配合三子顶从化哦，那个私人办的。那个从化进度我已经想到这个前段的拓宽，那都计内要办都计变更，都计外哦，就我们要把它定线。那这个部分整个的预算还要算一次。那我想我的政策是这样子，先把规划案做好，再来讨预算，能争取多少算多少。那前段哦，确实我们看起来路真的有点弯弯曲曲。好，市长跟你说明了，显然你们也很清楚，大概掌握了说那整段弯弯曲曲东丰路和南丰路的一些问题哦。刚刚我咨询到说，如果说这几个齿轮都打通的话，你的三子岭交通就像齿轮轴一样，就可以顺畅多了。那为什么刚刚提到中丰路跟那个东丰路还有南丰路口那边的左转号志一直不行？就是本席后来跟交通局和公务局都去会勘过哦，当时发现说，之前这个中华电信公司他们在施作那边的这个线路的时候，后来他就把底下的这个箱涵给埋死了。埋死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地下箱涵封死了之后，交通号志的这个讯号线呢、啊，它的线路就没有办法走下去。然后呢，如果要架设的话，根据这个交通局的评估啊，中丰路左转南那个东丰路啊，就往福林宫的方向要左转的话，你如果要设左转灯的号志，你底下的这个管线箱涵当初被中华电信封死了，你要开挖，你要再去弄管线的这些，估计要花，当时交通局给我的本席的回复是100多万元。那一个路口，当然根据你们桃园市政府的一般的行政流程和做法。单一个路口要这样子花这么多钱，是有它的一个这个考量跟疑虑的。但是偏偏我们就碰上这么倒霉的事情，当时中华电信公司就把它给封死了。这个部分，我想说，请市长能不能跟局长发挥你们的智慧？因为那个地方左转灯号志，你就算没有画一个左转灯左转，可是常常就是大家在左转。中丰路要往龙潭的方向，局长你常常回客家事务局，你应该经过常看到没有左转灯号志，但是。就是会有一个往这个东丰路福林宫的方向，大家都会左转，只要看车子变少就左转，所以
险象环生。所以光是这个地方，中丰路跟南丰路和东丰路口哦，这个十字路口，还有刚刚跟您这个请教到的这个有关于东丰路拓宽，你说分三个阶段，还有南丰路的拓宽，这个部分一整套，可不可以请市长跟交通局研议，作为一整个大三子地区的交通规划，你要包在一起检讨，你才会看得到全局，而不是一个段一个段去看，可以吗？三子顶的交通怎么改善，有这几个方案，我请交通局在整个看它的优先顺序。那不过一个左转灯吼，应该不用浪费到议员的咨询时间，我请交通局专案处理。好，然后呢，你那个地方我要回到我的重点，就是大型的这个卖场，好，那个卖场的部分，因为当时我们在开协调会的时候，卖场的这个部分有跟我们反映说，当时已经交了一笔大概据说是50万元的这个交通评估费给交通局啦，要进行这个交通工程的这个评估吼，但是后来交通评估也没有完成啦，交通建设也没有配套，人家7、8月、7月底、8月初就要开幕了，不能让人家觉得收了钱没办事啊。基本上应当不至于发生这种事。通常交评进来，我们最多一个礼拜我们就发开会通知来审查了。那为什么他们施工单位？那没关系，这是个案部分，我来会后我来做了解，来跟您报告。他应该是其他的那个费用啦，不是什么那个交通影响评估。交评的部分啊，交评本来就要做。那我想这样子，在卖场正式开幕前2个月，一定要把交评先做好，那疏运计划才能够做好。对。那因为它会塞车，就是那个开幕那前面一段时间，我觉得后面我看过很多卖场，后面就恢复正常了。那如果它的停车场不够，我们会要求它把停车场设置完整。那主要是我们担心你刚刚讲的停车场状况之外，我希望本席希望能够为地方民众起命，就是在那个交通评估设置，当然我也不是说要阻止业者开幕，而是现在如果说他7月底8月暑假就要开幕在即的话，你这个行政流程可不可以跟业者沟通好，你的交通评估包括交通局的那个红绿灯什么灯号号子什么交通都还没做好，你就开幕会贸然造成大塞车。这个静平议员的咨询，我们即刻吼请交通局、警察局约集，还有那个经发局约集这个卖场的业者来协商。那不管他前面的交通影响评估为何，就是要把疏运做好。对，好不好？这个就拜托市长放在心上，是一个好这个重点。最近期间来开会来协商。好，那个谢谢市长啊。还有一个也是同样跟上次我跟市长提到有关，是在龙岗路的拓宽，跟公务局比较有关哦。我请那个警察局跟我们经发局长请坐啊哈。这个龙岗路的拓宽，上次有跟这个市长大概简单的提到，这个工程一方面是道路的工程，哈，这个是本席上个礼拜有到这个龙岗路跟龙池路口那边，那这边已经有雏形出来了，湘涵的管线，那另外一边从龙池路口这个是往龙岗圆环的方向，哦，都还没有那个开始去挖这个安全岛，就像这个往中立的方向的湘涵管线已经出来了，哈，那问题是之前已经好几次，当时本席也跟市长反映过，南桃园的电讯信号就被挖断了好几次，这当然。南桃园呢，它的断讯的品质，它是自己要负责它的这个处理问题，这个也是很多民众有维持啦。这个我想张处长也很清楚，但是那是另外一码事。以后我会引进哦新的业者哈，让他竞争。因为你公务局呢挖断你的包商挖断了人家的，张处长请坐没关系。这个南桃园是一码归一码。我说公务局你的包商挖断了施工单位挖断了人家南桃园，那就是公务局你对不起人家，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好，挖了2次3次，事不过三，你还挖了3、4次。然后在那边后来自来水公司也去挖断，好，这个电信公司也是，所以本席一直跟这个龚局长、啊、好像也有挖断军方的，所以被军方的又要求停工。你们那个军方没有给我们管线资料啊？你们那个管线资料就图资。地下图资管线管化中心到底成立到现在，你运作的状况是怎么样？只有十几个人啊，龚局长，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不好意思，我想我们还是对这当地的市民呢，我们还是要抱歉，这个地方我们会改进。那最重要，民众是关心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我们市府升格后，对于管化中心到底怎么去做？我跟一周报告，还有跟所有市民报告，就是说有关管化中心，我们以往呢那个 locate 就是说那个管线的位置呢是由厂商报上来的。报上来，然后大家在高雄气爆事件也知道说，还有深度的问题，还有工法的问题，中油的管线也都不同的问题。那我们管挖中心成立之后，我们有分2阶段，第一阶段呢，就先来试营运整合，就是把这些相关单位，包含这个中油、台电都进来，来去整合。那第二阶段呢，我们就要录影，也就是说，我们在丰和公园会成立那个
道路挖掘机资讯联合服务中心，我们会在施工的过程中呢，会给大家去做录影，这样子那个实际的施工的问题呢，就可以去确保。那更重要的是说，也是易座您最关心的，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管线资料？我还是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完整的这个管线资料其实是相当混乱的。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呼吁说能够尽量纳管，就是说像比如说龙岗路二期啊，或新的这些扩干工程呢，我们尽量能纳，尽量往人行道过去纳。现在旧有的部分真的是有点跟瞎子摸象一样，但是呢，我们唯一能避免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事前先把我们既有的二 D 的这个管线资料会提供给这个管线单位，同时施工单位，同时呢，我们希望说将来的拓宽工程呢，我们第一步先做管挖的协调跟调查，先把这个问题先排除做完之后，再去做比较大断面的这道路工程的推展。那这是龙岗路，这是挖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宽频呢有永迁跟这个临迁，但是永迁的部分呢，其实管线已经做到人行道下方了，但是呢，这个临迁原来的这个原来也有做宽频管道，也就是说在龙岗路的道路下方已经以前在我们九十几年已经做了一些宽频管道，那个宽频管道呢是用混凝土灌起来的，然后它在地面下方是比较浅的位置，因为以前埋的不够深，是不是埋的不够深？埋深不够呢？那我们这个因为管挖已经让我们工期增加一倍了，所以变成赶工期跟这个临迁的这个协调过程中呢发生了问题。那我们也了解这个问题了，所以要求说要把这个永迁做完之后，再来去做这个所谓道路的刨铺的动作。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这个工程的事故呢，能够以后能够避免。但是也要跟易座报告，就是说后来龙岗圆环也挖断，那这个龙岗圆环呢，那个是其他的公司他自己去施工的时候，有时候是自来水公司，我知道他们自己去把那个地方，他们连我后来到了现场去看包商说连自来水公司都不知道他们的管线在哪里啊，是都搞不清楚他们的实际位置。所以你刚刚讲的管花图资有时候跟实际的状况他们自己都遗漏了，或是不可考，或者是忘记了找那个资料，还要去找那个专业的设备，类似像透地雷达这样在那边弄。不好意思，主要原因是查了半天原来的图资它是二 D 的，那管呢它又有它管径，但是它有深度，所以你如果只有二 D 的呢，你就会跟瞎子没关系摸象一样。局长，深度在哪里？就现在状况，我们可不可能，因为南桃园被挖了好几次，挖断了哈，在这个情况先保护它的这个南桃园的这个讯号，不要再被挖断。你把它怎么像去埋设或者移植或者怎么样去处理，跟南桃园这方面的业者好好的这个协调，去保护它。这个是它的线路，那当然以后你要去稽查它的这个线，这个它的一个线路了，这个也是值得一个另外一个题话的这个重点。其实最后一里，这也要借这个机会跟易座报还有市民报告，最后一里路很重要。其实现在很多问题哦，即使你做了这个永迁，还有做共同管道呢，现在问题是你到分户管的时候又出问题了。现在我们做共同管道的时候，它有分出管，可是它的分出管呢，跟建筑师设计的那个位置呢，又经常不一样。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现在问题我们大家都了解，那就会来去做协调跟沟通。那同时呢，我们也会跟这个建管单位来去沟通协调。也就是说，即使做了人行道那个做好了，可是那个最后一里路人行道那个分支管再接到用户端，那也是一个问题。好，所以没关系，这个部分我们都会逐步来去。局长，所以管挖中心跟你刚刚讲的这些管线的这个权责，我希望说新工处也好，在那边的施工单位能够特别再去注意。尤其是向包商申请施工之后，你的管化中心的这个监督、你的图资等等，把它赶快把它做起来，好不好？尤其是在那一条路龙岗路二段、三段，一直到龙岗圆环，好，这个工程跟市长说明一下哈，因为民众是觉得说做太久了，太慢了啦，太慢了。从吴志扬前县长时代一直到您执政的这个时代，很多人就讲说，干嘛、啊、又不是在挖捷运，把龙岗路当成捷运来做吗？就说现在还有民众戏称，我们当时上礼拜到那边去看的时候，他们还在讲说，不知道是到时候机场捷运先通车，还是龙岗路先通车。那个请公务局、哦、变成一个笑话了。公务局就是尽最大的力量让龙岗路拓宽早日完成。那因为你讲很多哈、哦、管挖协调的事情哦，那民众不了解。对。那这个事情是我们行政部门该做的。那就这个路段，你说这个路段我们来建立全市的图资也没必要，就这路段把它解决就好了。那全市的图资哦，二 D 图资要变三 D 要时间，那每一条路要拓宽的时候，就那个路的管挖的协调把它完成。
好，谢谢市长。能够重视在这个中立平冈的衔接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条大动脉龙岗路的这个工程，这个我每次经过我都觉得太慢了，而且哈、哦、施工管理，我认为我们工局要求厂商加强。那工地有时候我看很多都停工，你找个机会，总咨询结束之后，看您的工不忙的时候，你可以到现场去看看啦。因为包商跟公务局，我觉得看到你们几个局驻所长跟市长，你去看。那个请公务局 哦，这个我看之前哦。跟包商把这个加紧赶工方案做好，我认为这个条路要加紧赶工。这样子你去他们皮大概也会绷紧一点了哈。好，因为你非常重视这一条路的这个完工了，好不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跟交通有关，因为在5月1号开始交通大执法就是拖掉之后，市长，我相信你大概也接到了很多的民怨哈。这个全市拖掉范围扩大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其实哈，拖掉业务是让它正常化。我们只有热点热区才拖掉了，主要还是要保障多数的用路人的方便。那所以我们针对的是违停，或者是那种并排，或者是路口转角这个部分有拖掉。那这个是不得已的。那其实我老实说了，就政府的立场，也是要兼顾绝大多数的用路人的安全。那当然，可能我看到静平议员是希望说，拖掉的同时也能够做好停车场的建设规划。就是我的要求，就是民众在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市政府希望民众守法，不要经常违停或者并排停车，但是也要给民众妥善的这个交通停车的空间，要有妥善的这个交通规划嘛。哦，那大部分的居民认为说，虽然你在热点的这些地方经常违停严重的热区哦，交通道路是的确老实讲顺畅很多，改善很多了。哎，但是呢，相对于这边来这边热区的一些重要的阶段路段消费的民众哦，他的这个做生意的商家就是很不适应啊，也担心生意会长此以往一落千丈。那合法的停车空间也是当务之急。就本席这花了这一个多礼拜时间来整理，就是这几个十大的平镇地区的热区交通路段，是根据市政府交通局还有区公所跟分局还有这个交通大队长期比较发现可能违停严重的一些几个路段提醒民众的地方，像新富一街到新富五街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它的一个现有的公有停车场是不含路边哦，它这个地方大概是临时停车场178个，就是后来市长您的德政那个地方弄好之后有178个。环南路到环南路的二段广南停车场115个，然后延平路全线呢，它的以前的旧的平镇的这个第一市场地下停车场有44个，南区青年活动中心离它有一段的距离，它也是51个。那至于这个裕达高中的所在的地带，育英路跟裕达路还有金陵路这个地方是零。那到了文化街沿线，就是在新屋交流道那附近要往复旦中学跟益民庙那一条文化街沿线，它的现有的公有停车场是零。然后民主路二段呢也是零，广民路也是零。那到了这个民主路呢，它有一个广北停车场有78个。那龙南路中正市场一带，它的龙文三街跟公有停车场有144个，停九停车场有60个。但是到了中丰路跟南丰路那路段，它的这个状况是零，所以现有的这个状况啊，它的这个现有停车场是466个。可是呢，后来本席整理一下这几个十大的这个热区的这个路段哈，如果未来市政府可以考量哈、研究评估的话，它可增加的方式建议说，刚刚新富一街到新富五街，这个就牵涉到等一下本席也要请问市长的这个有关于新英里的新富综合市场停车场的这个现在是空地，未来如果盖大楼的话，是不是可以增加这300个以上的停车位解决之道？那到了环南路，是不是老街西整治的这个沿线，未来有没有考量说可以在附近也找增置的一个停车位？增设用粗估的200-300个来计算的话，还有一个现在是交通局你们正在做的中立国小地下停车场，粗估也是可以增加到250个以上的停车位，在中立离火车站市区都很中心点。那再来呢，就是在平镇再过去一点延平路新市国小或者是新市公园这两个方案有没有考量？因为新市公园这个地方，这个我们陈秀龙里长也跟市长反映争取了很久，希望能够新市公园地下停车场，可是它地下有一个这个立肩带的这个运作，那是不是如果新市公园地下停车场不行，或者是它对面的新市国小的地下停车场，这两个地方有没有可能说可以配合它的一个工程的改建，增加在那个地方里？因为每次你到新市公园去参加活动，你也知道两边的延平路都停满了违停车辆，很多的交通员警也在那边很辛苦。那到了这个裕达路、育英路、金陵路，它是增加路边停车位。那如果到了文化街沿线跟民主路二段的话，
本席也咨询过，也谢谢市长，你在这个平兴国中的后面就是公十七号，未来如果文化国小旁边的文化公园公十五也可以做公园地下停车场的话，加上你上次去看过的益民路旁边的那个公十七迁葬完成之后的公十七公园停车场，可以增加到将近700个以上。那广民路跟民族路这边呢，那边旁边以前是陆光五村六村，现在那是军方的地，军方的地现在跟民间业者，他直接找民间业者标给他们去做一个临时停车场，一个小时才10块钱而已，那是军方闲置的土地。未来有没有机会，我们市长是不是可以请交通局，我们跟军方可以谈一谈，他如果要做临时停，以前很多议员民意代表希望那边做一个转运啊，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没关系，那现在他做停车场，未来是不是就这样子，如果交给市府来托管，你也可以帮他找业者啊，那增加至少500个停车位。你看陆光五村六村广民路两边空位很多，停车场就增加很多。那到了龙南路中正市场还有这个中丰路南丰段，这边是不足的，而且可能要增加路边停车格。但是刚刚这样子本席这样算下来，如果说市长如果有心的话，未来你至少在这一任还有2年的任内，平镇乐区的停车位，如果你重视的话，是不是可以从现有的466个加速提升到2450个？这样子计算下来，甚至你只要增加到1000个以上，我们都要为你拍拍手，都要感谢你。谢谢。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增加？哦，你已经把我们这个停车场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那个，热区要增加停车场哈，那有的。我想请交通局，就是说针对哈平镇的停车问题，包括路边跟路外，包括平面跟立体，包括军方土地跟闲置土地，都要做一起规划。那比如说像有的公园一部分做停车场，平面的不开挖，那很快就可以完成。那有的像军方的土地哦，我觉得确实您今天的质询让我想到，很多军方闲置，就算是国宅用地，军方闲置土地还没开发的时候，先暂时给我们代管来做停车场，对，也是可行的。这个会解决很多的停车需求。就我们还没有帮他开发，对，那他暂时也没有能力开发，你可以找军方谈啊。对，然后透过这几个，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立法委员，在地帮忙一下。闹区里面的学校哈，这个部分我会跟议员说明一下，就是说区位恰当，那学校跟家长会不反对，我们会有规划。做停车场，那像中立国小，那可以解决中立跟平镇的问题。这个问题，对，那有的学校是有点保留，他认为说他怕这工程施工也影响到学校。那我们一个一个评估。那我想哈，我的政策是希望交通局未来停车场的开发的速度要增快。我们甚至有考虑停车场基金来贷款，让它快一点，因为现在投资以后才会回收了。那这早晚开发不如早开发。好，谢谢市长哈，这个请这个局长请坐了。这个我们整体来规划了，那能开发我们尽量开发。好，那您讲的这个新的方向，找军方合作或国有财产署合作，我们来想办法来清查哈，他们手上的地哦，也许暂时不开发几年，5年8年内都可以做停车场。这个也是本席希望市长能够考量，很谢谢你的那个能够把这个纳入这个建议当中。这个建议非常好。军方的闲置土地交给你们去谈，好。那市长，上次我在咨询青年事务局局长的时候，那个副市长当时也在，有提出一个建议说，有关于这个出国留学贷款的这个利息免缴补助，台北市已经有在做了，还有这个青年事务的专线，好，不是1999哈。这个因为当时是局长，我不知道他的权限有没有那么大，是不是这个市长，哦，可以你再跟这个局长哈，我们陈家俊，家俊局长哈，家俊兄讨论一下，有关于青年事务的专线，还有包括这个青年出国留学的这个贷款利息的免缴补助啊，100万、200万，多少都能够让我们的桃园市的子弟出国留学。台北市他已经有做这样的一个做法了。好，我看第一个青辅专线哈，应该是可以让他们就业。或者创业的就学是很多咨询，因为这个跟一般1999不太一样，对，比较专业。我认为这个有必要。那另外出国留学的贷款的利息补贴啦，对，不一定是全免，或者我们补贴一部分哦。我请青年事务局参考台北市的做法，你去研究一下。台北市就是这个硕士是100万，博士200万，前10年的利息哦，市政府来补贴。那这我们现在研究，我们来研究一下，你们去研究一下。我觉得真正加惠我们的鼓励留学啦，因为你们这次青年事务局成立之后，我发现都是在于这个创业和就业的部分，但是还是有很多青年他想要更往上面增加他的学士，这个学士这个方案我个人是很赞成，因为我们现在鼓励留学鼓励留学的越来越少啦。对不对？我们留学生比例有下降，对，让我们桃园市的优秀子弟在我们市政府的帮忙之下，可以有这个动力，好不好？好，这个你们研究一下，我请他把细算说，补助
范围跟期限等等哈，需要多少预算，我们研议好了以后再来提出。好，那你们就再去评估了。好，局长请坐。最后，市长，桃园市国际化的过程能够多一点留学生，能够，这是一个方向。希望那个就像副市长出国一样，哦，都能够像栽培未来的，搞不好很多像你一样的这个学术背景，对不对？出国回来，然后都有这样的一个在桃园市的支持之下。副市长是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水务局长是那个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博士。所以啦，都能够出国去见见世面，让我们的桃园市的子弟未来都能够在青年事务局的帮助之下有这个机会。好，不一定是全面，你们从刚开始的试评估阶段是怎么做能够帮助？因为我想有些人可能，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现在年轻人哈，可能经济问题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这个奖学金，有这个话就可以帮助他。没错，我们台湾没有办法单独生存，一定要国际化。好，好，谢谢啊，王副市长跟我们陈局长，请坐。市长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是回到本席跟市长一直很关心的，跟我们金发局长这个新英里新富综合市场预定地的案子，什么时候新建？104年说二月初刊，然后104年第一次、第二次会期都提案了，然后104年就是去年9月说要完成停车场暂批的。那接下来的说明会、公听会进度怎么样？这个请金发局长回答。他大概要规划成地下二、地上四的建筑，量体已经决定了。是的。那请金发局长说明进度。那说明会跟公听会什么时候办？现在这个我们市场科已经报上来了。那我现在就是在跟他们定时。时间要做公听会，这个算是一个说明会啊。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那个地区事实上居民很多，停车场是一个第一个要求，所以我们会在地下停车场盖2层。然后呢，因为它是市场用地，所以有2层的可以招商的这个商场哈。然后呢，我们会对，就是三楼做行政的，对，行政还有我们里面活动中心。那因为这个当地呢，很多的居民在那边哈，我们要建立做绿色的建筑，所以我现在要求就是要至少达到银级的绿建筑，那也希望它是一个这个局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从现在5月到下半年这个半年多，现在在我手上，我现在在要求这个发包的这个招标的那个内容，我在正在修改，什么时候可以在我手上办公听会、说明会到地方上？那这个会在2个月之内完成，那这个2个月之内完成，同时呢，我们发包的程序也会完成，所以我们会做这个专案管理标，也会做规划设计标。7月之前，2个月。好，谢谢市长，进度帮我们掌握一下，谢谢市长。好，谢谢哈。那今天早上轮到的议员哈，通通执行完毕，那我们散会，谢谢。好，议事组在那边再做一个市政总咨询顺序的异动报告。那请五位联络人呢、登记通报嘛，议事组不再发文通知。那第一个，原来5月19号 DOA 咨询的张运炳议员调整到5月10号，也就是说明天第一位咨询，明天是9点准时开会。第二，原来5月19日第三位咨询的王浩宇议员调整到5月17号，星期二的第一位咨询，所以5月17号也是9点准时开会。以上报告。